那是魔女。她一个人怎么敢同时与那两个人动手？小婵婵，我们过两招如何？谁赢，那银发女子的机缘就归谁。那就一战吧。月禅仙子无需出手，待我为你擒下此人。战绩了不得呀，不愧是无价瑰宝。奇怪，他们早已到达尊者境巅峰，却为何刻意压制，不去点燃蛇火？婵婵，真想在此决战吗？就不怕拼个两败俱伤，被别人捡了便宜？怎么？目标尚未现身，咱们就在这儿打生打死。哼，早晚要分个高低。诸位，咱们与其在这内斗，不如还是去寻那银发女子要紧。这莫大机缘，可别被别人抢先了。必须尽快恢复修为。